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各种各样好玩又特别的现场。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结协作精神。那么今天我们的现场又选在了哪里呢？请看我的身后，哇，是不是充满了地域特色？这里就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在我们的挑战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座美丽的塞外小城吧。察右后旗的全称是察哈尔右翼后旗，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北部草原。这里水美草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好地方。察哈尔是古代突厥语言，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大汗宫殿的侍卫。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就属于蒙古族察哈尔部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习惯的改善，这里的蒙古族老乡已经逐渐改变了游动放牧的生活和生产习惯。但不管是牧区还是城市，这里依然充满着浓郁的蒙古族风情。现在的察右后旗正在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塞外明珠。那既然在这里进行挑战，我们的比赛内容一定会和当地特别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今天是谁会这么幸运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挑战大现场的比赛队员呢？我是九月一号夫人。我是九月二号乌日宁。我是九月三号安吉乐。我们来自内蒙古察右后旗蒙古族学校。我们的口号是爬起来拼搏，放飞梦想，展现自我，超越极限。我是芝麻一号张小南。我是芝麻二号严正。我是电话三号胡景轩。我们来自内蒙古察右后旗白云察干第二小学。我们的口号是敢于挑战，勇于拼搏，看我而行，勇创辉煌。阳光明媚，但是风力强劲。我们这里的温度只有摄氏零下七度，但是无论是雄鹰队还是骏马队，都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活力，他们的士气。两个同学，你们做好准备今天的比赛了吗？准备好了。我们的挑战大现场的游戏一共分为五轮，五轮比赛当中，哪一队获得的胜率的次数更多，就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冠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游戏的第一轮对抗大竞技，我是最棒小阳光。小伙伴齐齐唱，挑战大现场。对抗大竞技，我是最棒小阳光。我要问一下同学们，现在天气冷不冷？不冷。风大不大？不大。其实天很冷，风很大，但是同学们现在有信心有勇气，天再冷风再大他们都不怕。马上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第一轮的比赛了，两位同学请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在这轮当中，我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个羊圈，里面有很多只羊，这边呢是羊的粮草，有很多很多的草料。一会儿同学们要在20分钟的时间内先数清楚羊圈里的羊，然后啊用小车
还有我手上的绳子，想办法把草垛里的草运到这边来。哎，每只羊需要的草料3斤，每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运来的草料最接近羊实际数量所需要的草料数，谁就是获得比赛的胜利。听清楚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有100只羊，我们需要多少斤草料啊？300斤。好，超过了，多了，也不一定就能赢。明白了吗？有没有信心获胜？有。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每一垛草重40斤，还记得吗？每只羊需要的草料是3斤。好，接下来你们就要开始数羊了，准备，3、2、1，出发。这一圈密密麻麻的羊到底该怎么数啊？乍一看，每头羊的个头大小还差不多，这给队员们更增加了难度。看上去，为了保守本队的秘密，大家都采取了默数的办法，点一个羊，记一个数。用这种办法数羊，双方队员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注意把握好你们的时间啊！数羊，如果你数了15分钟，你就只有5分钟运粮草了。按照你们计时的羊的数量啊！想好你们数了多少只羊？40斤啊！哇，你想想这车你装那么多能不能运过去？拿绳子，绳子，快点！拿绳子，绳子，快，绳子快！走，往前走，往这边，往这边，慢点。雄鹰队已经成功地将2垛，也就是80斤的草料运到了终点，而此时的骏马队还在忙着装草料。与此同时，为了赶时间，雄鹰队的乌日宁也没有闲着，他在用绳子托运草料，在不影响草料质量的前提下，这其实是一个好办法。尽管第一次用小车推运草料出师不利，但好强的张小楠还是凭借一己之力徒手将第一垛草料运到了目的地。其实要将小车推得又快又稳，最关键的是推车手要保持一种均衡用力，另外还得把握好车上草料的重心。在实践中摸索出推车的经验之后，骏马队开始慢慢追上了雄鹰队的步伐。走，跟我一上去，快扶着你让开。好，走。哎，眼看骏马队就要追上自己，雄鹰队的队员打算再次提速，这次他们准备尝试一次运3包，也就是120斤草料，这对他们的推车技术和体能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往这边，快！哎呀，还有10分钟，孩子们加油！走走走走，
由于小车承载的重量过重，布仁和安吉勒推起来非常吃力。另外，因为超高，车上的草料还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好在他们及时做了一些调整，一人推车，一人在边上扶着草料，最后总算是将这满满一车草料运抵了终点。羊圈里到底有多少头羊，双方队员都不清楚对方的虚实。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已经确定的数目，将足够的草料运到羊圈。经过一阵紧张的比拼，现在双方队员的体能消耗几乎达到了极限。我已经洗头了。看来这场对决不仅是智力体能的较量，更是一种意志的比拼。尽管此刻双方队员已经精疲力尽，但大家依然咬紧牙关，在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迈进。好，成功！九、八、六、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每一段都很完整，十三条乘以三四一十二，520斤。现在你都拉了多少捆？九十块，数一下，9捆。算上散的10捆，对吧？嗯。两队同学都已经完成了比赛，表现都非常好，大家都很累，很辛苦。现在问一下，之前你们数的羊一共是多少只？行行队，175个。175只。你们呢？135只。好，我来算一算啊，135只羊的骏马队，他们一共得到了10捆，那是400斤，可以喂133.33333只羊，对不对？就差了一只多。如果按照他们算的这个数字，他们拿得很接近。你们一共得到了520斤，170多只啊，两队都差距很接近，都和自己算的数字很接近，但是。究竟有多少只羊，我们得问一下羊的主人。大姐，请问一下，您家的羊圈里究竟有多少只羊？230。差了这么多，你们差了60多只，你们差的是100只了呀。哎，那为什么大家数羊差距会这么大呢？这羊应该怎么数啊？你现在咱们羊圈里面不看看数羊，羊圈里面的话，你把它分成1/4，这样你把1/4数了以后，把这数一乘数，这样就比较好数一点。要不然你这么数，你怎么数都数不清。那算具体数字，你一般怎么算？咱们一般是出那个出栏的出线的时候，你这样。哦，掌握窍门了，把羊圈门打开，羊群们一贯而行，我一只一只的数，这下就没有漏网之羊了，明白了吧？嘿嘿。好了，那么根据我们的比赛成绩，这轮获胜的就是拿到更多草料的雄鹰队，恭喜你们！大败夺标，第一轮雄鹰队先下一城，1-0领先骏马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游戏的第二轮问答大比拼，草原知识我知道。问答大比拼，草原知识我最棒。本轮游戏采用的是逐个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两队的同学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但是请注意，你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答错之后你将被淘汰，由你的队友继续回答芝麻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们队三个队员都答错问题，那么对方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我们首先由刚才一轮比赛暂时领先的雄鹰队率先回答我的问题，布仁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请听题。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还是赤峰市？呼和浩特市。
回答正确。乌兰察布的蒙语意思是黑山口、红山口还是白山口？红山口。回答正确。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均海拔是800米左右、1000米左右还是1200米左右？1000米左右。回答正确。分布在察右后旗的蒙古族是鄂尔多斯部落、察哈尔部落还是科尔沁部落？请选择。察哈尔部落。察哈尔部落，回答正确。察哈尔部落曾经是大汗宫殿的护卫还是大汗宫殿的后勤？请选择。大汗宫殿的后勤。后勤。护卫。护卫是吧？后勤。恭喜你，回答错了。你说你真难。大汗宫殿的护卫。耶。你被淘汰了。耶。草原盛会那达慕的意思是娱乐联欢还是竞选头领？娱乐联欢。娱乐联欢，回答正确。乌兰察布最著名的农作物是马铃薯、玉米还是小麦？马铃薯。确定。我们这是马铃薯不都放的。好，回答正确。被蒙古族老乡誉为草原人参的是什么植物？红胡萝卜。回答正确。蒙古族男孩喜欢取名巴特尔，那么请问蒙语里意思巴特尔是雄鹰、英雄还是蓝天？英雄。雄鹰、英雄，到底是雄鹰还是英雄？英雄。英雄，回答正确。蒙古族女孩喜欢的斯琴高娃，蒙语意思是聪明美丽还是大方贤惠？大方贤惠。聪明美丽。确定啊？确定。我怎么说的是对的？我相信我自己。聪明美丽是吧？回答正确。蒙古族少儿游戏嘎拉叉使用的玩具是用晾干后的牛关节、马关节还是羊关节出的？羊关节。被认为草原音乐活化石的是蒙古族长调民歌还是短调民歌？长调民歌。回答正确。被蒙古族老乡啊称为挚友，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的，是牛、马还是羊？马。确定。确定。回答正确。制作传统的蒙古族小吃奶豆腐需要黄豆吗？不需要。蒙古语布和利麻哈指的是手把羊肉、清炖羊肉还是烤羊肉串？太简单，我们都是蒙族嘛。你看，手把羊肉是布和利麻哈，清炖羊肉是前四麻哈，烤羊肉是那个前四麻哈，你一听就能听出来哪个是布和利麻哈。我回答手把羊肉。那我肯定也算你正确了，这事儿你比我权威啊。你能不能用蒙语把这布和利麻哈给我们再说一遍？不会吗？曾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的蒙古族队员是巴特尔、腾格尔还是黄治郅？巴特尔。确定啊？确定。回答正确。世界上天然草原保留面积最大的地方是澳洲大草原，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是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清楚了。阿根廷大，潘帕斯草原大。澳大利亚想多少买的货，吃多少草啊，那草原也很大。不对，正确答案，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最大。回答正确。降低蒙古族最高礼节的哈达颜色是白色、红色还是蓝色？白色。蓝色。象征什么？象征蓝天。回答正确。蒙古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二胡、马头琴还是长箫？马头琴。蒙古族民间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是年节，这个年节又称为白月、蓝月还是红月？请选择。蓝月。错。确定。确定。你不干扰吗？不干扰吗？蓝月。蓝月是吧？恭喜你，正确答案白月。中国的四大高原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那么请问内蒙古高原的面积排在这几个高原里的第几位？五、四、三、二。第一位。第一位。恭喜你们俩都回答错误，正确答案第二位。真蒙古高手出第二位。内蒙古自治区储量居世界之首的矿产是煤矿，
铝矿还是稀土，请选择。稀土。稀土。敖包最早的作用是为了祭奠先人，识别方向，还是清点人数？清点人数。祭那个仙人。祭奠仙人是吧？嗯。确定。确定。确定。非常确定。正确答案是识别方向，恭喜。大败夺标第二轮，骏马队扳回一局，1-1战平雄鹰队。接下来要进入今天游戏的第三轮默契大对决，穿戴帽看谁坏。让我们一起唱歌站在台上。默契大对决，穿衣戴帽看谁坏。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文化，要从衣食住行开始。排在第一位就是穿衣。那么蒙古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当中有哪些特点呢？今天啊，我们专门请来了包老师给介绍一下，我们有请。包老师，请问一下，蒙古族的服饰有什么特点？我们蒙古族服饰是长的，长袍子。对。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要穿长袍，不能穿我们这样短的呢？因为什么呢？我们蒙古高原嘛，风沙大，接风保暖。那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想要了解，等我穿起来以后你才知道。好，那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吧，先穿靴子。对，就这样穿上。对，要先从腋下的扣子开始系起。对，这儿就很容易固定。我发现这袖子是挽过来的，对吧？是。那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之后，那个这个就成了装饰品。在绑之前呢，它可能是顺时针这样绑。哦，必须顺时针绑。对对，按照咱蒙古包，蒙古包的那个方向，这样转比较方便。啊，腰带不转，自己转也行。蒙古族男的一般是腰带都扎在胯上，像大头人的雄鹰一样。这样呢，男的一般是把袍子全是向上转。为什么把衣服往外再转一转呢？这已经系上腰带了吗？我们一般系上腰带都是把衣服往里扎呀。对，像蒙古袍这样穿，一是为了保暖接风，完了以后呢，咱这里面是空的，还可以放东西，知道吧？像个兜一样。对对。我知道蒙古族他们喜欢骑马。对。骑着马的时候，这东西搁在里边不会掉下来。对。干肉呀什么的应该可以放。干粮。对。肉哈。对对对。哦。接下来呢？接下来把帽子整套衣服穿完了，完成了。对，按照这样的规矩穿一下整套的蒙古服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两三分钟。对，我感觉啊，如果不是特别熟练，就连绕着9米的腰带再穿袍子系扣子，怎么也得5分钟，连穿靴子是吧？是。两位同学，刚才包老师穿蒙古族服饰的过程你们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好，这轮穿衣戴帽看谁快，我们比的就是哪队先把蒙古袍穿好。但是不是让你那么顺利的穿，是让一位队员当模特，另外两位队员帮他穿。同时啊，你们两个要蒙上眼睛。哎，两位同学蒙着眼睛帮另外一位队员穿蒙古袍。不蒙眼睛的同学可以用语言指导，但是不能自己动手。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时间3分钟，默契大对决，穿衣戴帽看谁快。两位同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请蒙眼的同学转5圈顺时针。5、4、3、23分钟倒计时开始。你跟着桌子绕靴走。跟着桌子往哪绕啊？桌子有两个方向啊。他们现在都在往反方向绕。你往那边绕。哎，得到了。你让我过去，踢起来，踢起来。他两只脚不可能同时踢起来。那边严正在动他的右脚，你让他把两只脚同时踢起来吗？好的，来，把这绳子上。严正，快点找袍子。
他看不见啊，那是哪儿？那是哪儿？桌子哪边？沿着桌子摸，沿着桌子摸啊！已经过去30秒了，还没找到靴子。好，找到靴子了。安吉乐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啊，自己。安吉乐现在是穿鞋。袍子在哪里？好，安吉乐已经抓到袍子了，注意正反面。好，注意啊，手套到袖子里去啊，手套到袖子里，你自己不能找，你自己不能找。好，一分钟啊，那边已经把袍子穿上了，那边已经把袍子穿上了。找靴子，走来，我别动，别动，那边这只胳膊还没，袖子在外头呢，它有一只有在袖子里，有一只手没在袖子里。哇，我袖子裸的，你给他把钱弄。袖子在哪儿？你可不能找啊，你不能找，让他们帮你找。咦，你不能找。哎，我找，我找哪儿呢？穿反了，衣服穿反了。哎呀，好了，胳膊这边啊，山哥，腰带要顺时针穿啊。一分半，你上上边，上面拱，在上面不要拱吗？对，在里头，对对对。你找露脖子这儿，好的。对不对？停！哎，自己转圈啊，是属于犯规啊，哥们儿。好，扣你10秒钟啊，继续。你们还有30秒啊。知道。我先去别管你去拿帽子。20秒。对，腰带系好了没？来，坐在四个。现在腰带已经缠到腿上了。往下弄。在帽子，好来，帽子在哪？帽子，你往从桌子上摸，找白布，找布条。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对，你不能动啊！我去，我的天，这个，把这个往里，往上，再弄，快，在那边，快，帽子，快点，一，时间到，到哪呀？举手，哎呦，举手，好，两位同学都过来了，不仁，顾锦轩，你们两个人自己都知道自己穿成什么样了，对吧？但是你们的队友还不知道。我们请两位队友摘一下蒙眼布。什么？你笑笑什么？你笑什么？笑什么呀？我比他们强啊！你觉得你比他们强是吧？对，你看我说，但是你把大名弄出来。你们呢？啊，两队看来有点焦灼，你们两个人退后，你们两个人也退后。我们要保护第一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包老师来做一个公正的评判。好，请包老师。雄鹰队这边，骏马队这边，您做一个公正的评判。好，现在呢，从美观而言呢，咱们雄鹰队比较获胜一点吧。你服气不服气？不服气。就是啊，我们骏马队怎么了？我们骏马队现在就是从头饰来看，那就有点太厉害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这个腰带是在胯上，知道吗？你看雄鹰队的在这边，哦，比较靠下，知道吧？这和选模特也很重要。对对，布仁，你看由于有点小肚子，这只能挂在这儿了，耷拉下来了一点，这个也有影响。对，但是没有这个位置那么偏，所以说雄鹰队略胜一筹。对，那么根据包老师的评判，本轮获胜的就是雄鹰队，恭喜你们！耶！大败夺标第三轮，雄鹰队再次领先，以2-1领先骏马队。现在雄鹰队又一次以2-1领先了，那么请问骏马队，你们想不想在下一轮赶上他们？想。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轮比赛，智勇大较量，我是吉乃小高手。加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同学们，向后看一看，你们见过这么大的牛群吗？没有吧？我是第一次。没错，在我们的智勇大较量我是挤奶小高手的比赛当中，我们来到了牧区，见到了这么大的牛群，据说啊有300多头牛。哎，现在风很大，风力啊在6级以上，温度也降低了，可能有-10几度。除了刮大风以外，还飘着雪花啊。四月的内蒙古高原是一个天气多变的季节，刚才还艳阳高照的天空，转眼就飘起了雪花。这种夹杂着西伯利亚凛冽寒风的暴雪，给人一种刺骨的冷。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群数量达300多头的奶牛。村里的老乡告诉我们，奶牛一般每天要挤2次奶，分别是早上6点和晚上6点。但今天在这群奶牛中，却有2头奶牛早上并没有发奶。所以这一轮对抗，同学们要做的就是先将这2头没有挤奶的奶牛找出来，然后再看谁挤的奶多。这一轮对抗比的不仅是双方队员的智慧、体能和团队协作精神，更是一次对大家意志力的考验。这上奶的奶牛跟普通的已经挤完奶的奶牛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想过没有？想过，想过。有什么不一样？奶多，奶多，好，有奶的。对，所以咱们一会儿得用这个特点去找啊。能不能坚持？能。有没有信心？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30分钟计时开始。尽管双方队员们都了解奶牛的一些特点，不过要在这么大一群奶牛中找到2头还没有挤奶的奶牛，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乍一看，这些奶牛长得也都差不多。为了不惊动牛群，大家只能在外围仔细观察。我们开始挤奶。不过到底应该如何给奶牛挤奶，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先看看蒙古族老乡的手法吧。为了保证挤奶人的安全，首先要将奶牛的后腿捆绑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用温水清洁和按摩奶牛的乳头。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保证奶的清洁，另外可以促使奶牛乳腺神经兴奋，加速乳房的血液循环和加快乳汁分泌与排放。挤奶的具体手法是用拇指和食指先压紧乳头基部，然后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顺次压挤乳头，将牛乳挤出。与此同时要注意掌握好速度，一般要求每分钟达到80到120次，并且左右两手要有节奏的一紧一松连续进行。好，现在你们准备开始挤奶了，我们有请大爷先给我们做一下之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快点快点快点，这不出奶，现在就已经了。啊，你是女的女的，外人挤开了。我问你们挤得怎么样？还行。和你们想象中一样不一样？一样，想象中好多的。比想象中要好啊。挤奶容易吗？你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在哪儿了？最难的地方是什么？还有吸和吐。
怕牛踢翻桶。哎，那你们看你们现在挤出来的奶和咱们平时喝的牛奶一样吗？差不多吧。肯定需要加工是吧？好像味道也不是说那种甜的，有点腥的味儿是吧？这个没事，使劲揪。你看，人家了。阿姨，我弄了。你不能弄了。四三二一，时间到。啊，好嘞。哎呀，怎么样？来，客来到我这儿来。辛苦不辛苦？辛苦。脸都挤红了是吧？刚才是特别冷，现在出汗了吗？出汗了。哎呦，手上都是牛奶是吧？嗯。哎，这关你们觉得谁功劳最大？安迪了。为什么你功劳最大？因为我挤得多呗。骏马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有比对手多20秒的时间，利用好了啊。3、2、1，开始。好，这边来，你在那边，你在那边。这个说这个给我，那个给你，这还有一个。别人用手挤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好，加油啊！快点，加油啊！你拿奶给他润润，他出不来了。来，请润润奶，走开。里面调位置，快，别磨蹭。快点。心事都重了吧？为了赢，必须这样。这么肆意呀！老婆，你把别人的。速度点，抓紧，这有点不够了。够，放心，角度不要白留。不要白留，调整角度，千万要注意角度。快！咱们一定能比雄鹰队挤得多，有没有信心？有。5、4、3、2、1，时间到。好。好，把桶拿开。哎，等一会儿，现在留在手上什么味儿？牛奶。哇，什么味儿？平时爱喝牛奶。哎，每天一杯。挤牛奶是头一次吗？对，以前都没干过。以后再给你们这样机会，来不来？来，肯定来。为什么？这样能让我们懂得劳动的辛苦。人喝自己挤出来的牛奶太辛苦。芝麻收奶工收奶了，两队都已经。把自己挤出的奶放在了自己的身前啊！你们先来给我预计一下自己挤了多少牛奶。首先，雄鹰队，吴日宁，你觉得你们挤了多少牛奶？10斤，5公斤是吧？那你们队呢？15.1。多1两，反正就赢了是吧？好的，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公正的评判，称来说了算。容器的重量是0.6公斤。我们先来看一看雄鹰队，3.6减去0.6就是3公斤，6斤，你们的成绩是6斤。来看你们。到的时间感觉长了一点，看重量是多少？哎呦，4.9减去0.6，4.3，4.3公斤，8斤6两，恭喜你们获胜了！赛外夺标第四轮，骏马队奋起直追，2-2战平雄鹰队。继续加油，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决胜局的比赛，创意大测试，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让我们一起唱到站在天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原的生活究竟有多美呢？接下来我要先让同学们在美丽的草原上听一首美丽的歌。来到过这里，在还没有晋升以前，永
积下了湖水尽头和火山，最终怎样的结缘，我和你在今生遇见，是一次怎样的情，让我们相逢在草原。这歌好听吗？好听。唱的是我们草原的故事，说的是我们草原的美，我们爱不爱这里？爱。好，刚才啊，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草原的美，接下来同学们要在这轮比赛里用你们手中的画笔把草原的美展示出来，但是不是在纸上作画，而是要画在你们身后。请看，蒙古包的墙上，在规定的30分钟时间内，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为主题，自己创作一幅画，哪一队画得更好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并且赢得今天的冠军，明白了吗？明白。30分钟，倒计时3、2、1，开始。想好自己的主题啊！芝麻给双方队员准备的工具有各种颜料、刷子、粉笔、画笔和水盆，现在就要看双方队员的创意和动手能力了。骏马队的策略是先在白色的蒙古包上用粉笔画一个底稿，然后再将颜料涂抹上去，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将完全依托在这最初的创意上面。雄鹰队的策略与骏马队完全相反，他们没有在白墙上做底稿，而是直接用颜料在上面作画，看来他们的创意早就装在脑海里了。不过这样作画需要队员们有更高的技巧。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温度也越来越低，颜料瓶的瓶口几乎被完全冻住了，队员们要拧开它都需要费很大的劲儿。另外倒出来作画的颜料在大风的作用下一会儿就被吹干了，双方队员们在跟时间赛跑的同时还需要与天气抗衡。好在双方队员都有不错的美术功底，一会儿功夫两幅画就有点像模像样了。哎，九零队有那盆儿都吹飞了。哎呦，画的怎么样啊？还行。哎，主题是什么呀？我的家乡。哦，我看到有蓝天，有房子是吧？白云，下面这是马吗？对。哎、哦，在草原上有很多马在这动是吧？对。远景，不是近景。远景哈。对。很有意象的是吧？对。那你们这是什么主义？是浪漫主义啊，写实主义啊，还是印象派啊什么的？给自己定一个风格，选择一下。我看出来了，你们是自由主义风格的，现在全身上下全是颜料了啊。对。还需要多少时间？不成了。好。哎，骏马队，你们画的怎么样了？很好。哟，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就冻上了似的，有立体的感觉了，是吧？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吗？这是羊群。羊群。哦，羊群啊。颜色不一样。这是一匹马吗？对。哦，你先画的是匹马。嗯。天有蓝天白云是吧？嗯。下边这个不齐的，这是什么东西？是水还是什么呀？河。河。河流啊。大河流。你们这是什么主题啊？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对。哦，我们的美丽的家乡非常的完美。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两队的作品也基本快完成了，双方队员此刻需要做的就是对本队的作品做最后的细节处理。到底是骏马队的创意好还是雄鹰队的技巧更好，一会儿就将得出答案。两位同学已经画得差不多了，你们画得怎么样了？时间马上到了啊！五、四、三、二。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现在我们的21名大众评委都已经站在了你们的身后，接下来就要请两队队员的代表介绍一下自己的画和它的意义。我们的草原的名字叫完美草原，我们的草原以草原特有的风格，蓝天碧草还有河流形成的，白白的蒙古包，肥肥的羊群，还有奔驰的骏马，整个画廊看起来呢非常的舒适静美。大家看看我的手吧，看看我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有多辛苦了，投我一票吧，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我们的画呢就是以草原的风景为主，之后我们那个蒙古族牧民用的那个乐乐车呀，一些我们一些放一些那个骏马在那个草原上奔驰，还有我们这个画的是远景，所以那个我们那个用红色点缀了一下我们的蒙古包。嗯，你看我们是最小的孩子，他你看他的衣服都成啥了，他还在我们在去辛勤劳动，所以给我们投一票了。两队同学介绍的都很精彩，同时啊他们也以情动人，不但画画的好，说的也非常好，接下来就要由评委们决定究竟谁赢谁输了。21位评委，请在观察过孩子们的画之后做出你们的决定。两队同学听我的口令，闭上眼睛等待结果。评委们请看画。评委们，请仔细观察，做出你们的选择。芝麻请来的大众评委都是生活工作在草原的老师和老乡们，他们对草原的生产、生活和习俗都非常的了解。经过仔细的观察，他们很快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现在评委们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孩子们，你们想不想知道自己得多少票？天气很冷啊，咱们快点睁开眼睛数人数吧。哎呀，十个，那你们这应该11个对不对？哎，不对，不是，这大姐您怎么站那儿去了？不是，你到底选谁啊？我想说一下，我觉得两队孩子表现真的非常棒。首先今天天气这么冷，孩子们表现得这么勇敢和坚强，让我感动。第二点就是他们两幅画真的非常完美，让我投的话，我就是一票不投，要就同时投两票。明白了，我感谢您啊，一个英明的决定，我太拥护这决定了。今天同学们太不容易了，这么冷天，这么大的风，我们又搬草料，又穿蒙古服饰，还数羊，还要从里边找奶牛，还要挤牛奶，最后还要画这么大一幅画，都是在这么寒冷的条件下在做到的，是不是？所以我认为两组同学今天都配得上这冠军的称号，恭喜你们都获得了我们的冠军，再次恭喜你们。赛外夺标，总分榜，两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战成3-3。现在我来颁发冠军证书，来，恭喜你们，今天全部都获得了冠军啊，开心吗？高兴，高兴，高兴，高兴。好，最后我要问一问今天来参加挑战大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觉得今天有没有收获？有。挑战大现场愿不愿意来？愿意。好的，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的节目，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潜能，调动你的智慧，挑战你的意志品质。我们这一期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